哇，相持，相持的哦。哎呀，很烦啊。然后怎么嘞？我不会讲，最近有一条货，嗯，追又追不到了，然后上我的车一次过后，他就不要上了。他上你的车一次就不要上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什么事情？我刚一上你的车，我就闻到了，你车怎么有个臭味的啊？你是放屁还是什么事情？哇，很臭啊！臭吗？臭！你是放屁是吧？不是，这是臭叫臭。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忙吗？你要放香精在你的车上啊，老板！我鼻子敏感呢。你鼻子敏感啊，这样就要用好的。哎，我不要坐你车，真的很臭啊！坐我的车，坐你车去闻看到我车上的香精。OK， 上你的车来。上我车了，废话，你车辆臭。哇，这个什么东西来的？很美哎，又好像很香亮哎。哎，这个就是你介绍给我的那个很香的又很好的那个香水是吗？对呀，它是一个车的香精，你看外形很漂亮，最重点是呢它香味扑鼻，而且呢一点都不呛鼻，对于这种鼻子敏感的人啊是非常适合的。很香。这个就是呢网络上呢现在最红的 Vanzo 香精，爱车的人士呢绝对不能够错过它呢，不仅呢外表呢非常美观高贵，放在任何的车里面呢都显得非常的有气质。你看它采用呢全球 top 5的呢日本欧高瓦香精制造而成，而且呢它拥有呢119年的香精历史产品品质保证。它也是全马呢唯一一款呢拥有 COA 的化验报告证明是无害无毒的。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精美高贵的设计呢非常美观，放在这里任何一个角落都非常美丽。这种有几个味道啊？这个呢总共有三种味道供你选择。第一款呢就是这个 787的这个麝香，它的味道呢是清新的香味。还有另外两款呢在我手上，那一款呢是788果香水果柠檬香味，来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呢789宣布的香味，好像那种洗发水的香味。你喜不喜欢女孩子的香味啊？头发请问这种香精会不会对身体有害还是对鼻子敏感？你都知道的，我钱太多了，所以我很怕死。哎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们这一款呢 Vanzo 香精呢它是全马唯一一款的拥有这个 COA 的这个认证，化验出来是无毒无害的，对身体也非常健康，而且味道非常清香。那你现在闻了有没有那种头痛刺鼻的感觉呢？没有。是不是很棒呢？喜欢吗？喜欢。嗯，我不相信了。你很麻烦呢，买款香精都这样麻烦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人证书的啦。哪里有的买啊？哪里有的买这种香水？你可以上网订购啊，是最火热的。而且你看这一款呢是每个爱车人士都很喜欢，外观呢非常美观高贵大方，黑金的这个主题呢放热的隔车呢都非常漂亮。下次你就闲得到 fall 了啦，对不 对, okay, 对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车很臭？很臭很臭很臭。是不是觉得自己也很臭？对，很臭很臭。是不是想要花钱买这个东西？来，拿，赶快拿多一盒去吧。OK， 先来。